想现场学炒棋子，我哋嘅示范班由罗 Sir 亲身入市示范，真金白银作实例表演，教你短线炒卖技巧。咁吸引嘅课程，你又点可以错过呢？嚟紧有新班开课啦，你仲唔快啲嚟网上报名，留意翻以下嘅开课日期啦！资财 TV 港股走势话你知，今早恒指方面咧就低开36点，嗱之后走势进一步下跌。反彈乏力，全日波幅嚟講咧係329點，恆指收市報19521點，下跌咗咧297點，成交方面係737億。嗱，近期港股走勢咧係弱勢，要留底買股票咧，要作一個選擇都較為困難嘅。咁所以現在有啲人咧中意點樣做咧，係做一啲短炒。嗱，短炒嚟講咧，莫過於用期指方面做一個嘅 day trade， 期指嘅即市買賣。嗱，如果大家唔識嘅，留意呢個班。一個期指現場實戰示範班，下個禮拜二1月19日1:15開課嘅，最後接集噶啦。如果大家想下短炒期指，唔想過夜咁大風險嘅，咁呢個班要留意一下啦。後市變化點樣？我哋先睇翻圖表先。近期嘅股市方面嚟講咧，就屢破新低，咁所以現在要揾支持位嚟講咧，都比較困難嘅。咁所以現在支持位預幾多咧？我哋用心理關口，心理關口咧係講19000點，呢個就係心理關口。所以現在走勢方面嚟講咧，你話咦，今天收市19521點，再落到幾多度啊？個支持位方面咧就19000點嘅。咁你話上翻去阻力位幾多咧？如果上翻去阻力位點樣預咧？我哋預翻裂口，用咗裂口去計算。好，我哋攞呢個實心體嘅呢部分，咁就用翻呢個實心體呢部分去形容翻。咁我哋嗰個阻力位咧係20333點，20333，呢個就我哋嘅阻力位嚟嘅。咁現在做買賣裏邊，港股咧要入市咧，要選擇買股票啊，會困難。有時做期指方面咧，過夜盤咧都較為困難。做期指 day trade 短炒即日先咧，都還可以嘅。咁我哋今天要提嘅狀況，會揀另類投資，另類投資。另類咩投資咧？我哋會揀呢個，我哋會揀呢個嘅黃金，因為現在市場方面咧比較混亂。有時咧會用啲金咧做啲避難嘅選擇嘅，一個避險嘅狀況。咁金方面嚟講咧，我哋四畫條線落去睇，好，我哋將啲低點連埋去，好呢度。好啦，呢一個嚟講咧係叫支持線。今天嘅倫敦金係1083蚊。我哋講倫敦金咧以1盎司做單位，美元報價。咁現在做緊咧係1083蚊。咁喺呢個支持位裏邊，我哋叫支持線裏邊，有時咧就有個防守性嘅。咁我哋會喺呢啲位裏邊咧就搏揸金。咁當然啦，你話預翻上邊幾多度咧？我哋亦都可以畫一條嘅阻力線嘅。阻力線就呢度。咁即係話，我哋預翻呢個波幅嘅上落嚟講咧，一個叫上升通道。有時避險嘅選擇，咁有時有啲資金咧會揀黃金嘅，預翻個上升通道嘅走勢。咁所以現在嚟講咧，有時黃金咧都另一個選擇嚟嘅。咁可以試下考慮下一啲黃金嘅投資啦。咁當然，如果做倫敦金、孖展金嘅，個風險會大啲，所以大家要學下先去做啊。好快咧，一个礼拜啦，要同大家回顾下今个礼拜里边环球股市表现先。恒指方面，礼拜五收市19521点，一个礼拜里边跌咗咧933点，跌幅嚟讲有4.6%。国企指数方面咧，礼拜五收市8236点，一个礼拜里边跌咗610点，跌幅嚟讲6.9%。上证方面，礼拜五收市2901点，一个礼拜里边跌咗285点，跌幅咧有9%。好啦，美股方面，道指。禮拜四收市16379點，咁啊頭四天咧升咗33點，升幅0.2%。日經方面咧，禮拜五收市17147點，一個禮拜裏邊跌咗551點，跌幅嚟講有3.1%。今個禮拜嘅跌幅裏邊咧，最重要係由於呢個上證方面嘅拖低。現在上證方面咧係弱勢，所以對於港股方面嚟講咧影響比較大嘅，所以大家要睇得緊啲上證指數嘅走勢。咁現在嚟講咧，上證方面咧，如果上翻3000點咧，亦都係個阻力位嘅，叫心理關口。咁所以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